我收藏奥运藏品是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开始的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大概收藏了5000多件。我主要是比较喜欢收藏吉祥物，还有警官旗，然后还有火炬，还有一些书籍资料，还有制服一些，就是自己主要这些。收藏对于我来说，其实最重要的是我感觉特别快乐，而且呢，就是我比较喜欢奥运方面的设计。